我觉得女主角的名字都很容易让阿许口胡，加德纳。之前是德念不出来，天哪！你为什么会想让扎克活下去呢？如果他死了，我会很困扰的。困扰？那又是为何呢？因为我想让扎克杀了我，因为扎克为我向神发誓了。哦，那就是理由吗？竟然许下这么不得了的誓言啊！为什么这家伙让阿许并不觉得有特别的敌意？到底还是阿许又辨识人不清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果然，这甜甜的香味就是从这个人身上传来的。如果开始失去了判断能力的话，就是神父说的，他想要看到我的罪恶跟我的本源的状态下的判别，对不对？瑞吉尔加德奈啊，好了，已经到了 B3 楼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只觉得有点刺眼。从这里开始，我能做的只有给你一些建议而已。没什么，虽说是考验，但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要启动从这里往下的电梯，必须要找到机关，并且按下开关才行。B3 的开关就在监狱里面。如果你能按下那个开关，我就在最后打开电梯吧。监狱是扎克踩着伸出来的手腕的那个地方吧？走吧。我觉得瑞伊已经完完全全的恍惚了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我觉得好棒哦！就是明明是以前的场景，现在做的感受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哎！哇，阿曲好喜欢这个新的设定哦，作者真是超会写故事的哎。B3，因为凯西的喜好，机关比任何的楼层都还要多。他很擅长利用那些机关动摇人心，引导他们发自内心的后悔，并且渴求得到救赎。只不过有点乱爱花钱呢，就把这点视为他的可爱之处吧。因此，在这里也许还徘徊着后悔与渴求救赎的人也说不定。那么，我就先去往下的楼梯处了。我记得监狱是在这里面，赶快去吧。尸体不见了！难道凯西又要再做一次 BOSS 吗？尸体不见了。看一下那个记录的，等等，记录的样子有没有变？没有。虽然现在是在恍惚状态。为什么？上锁嘞，所以我还是只能从一开始的地方重新走过吗？等等，我想要看看每个房间，就是
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哎，我们可以再看一次，对不对？椅子、电影、毒气室、尖尖的刺那个针筒，真的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关卡。铁栅栏开着，从这里过去应该是连着监狱的。啊，原来这个地方的设置是要让后来回来的时候有捷径可以走。天哪，越来越棒了。啊，又有声音了，明明没有照明，监牢的深处却能看得清楚。不过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房间吧，就是踩碎的守望的这一间。就这里有出现像是手腕一样的东西吧？啊，好像有东西，开关指的就是这个吧？手碰得到吗？再一下就。啊，得快点逃。啊，不对，所以那只是幻觉而已吗？真的。哦，应该是说还没有追过来是不是？那是什么？好像不会追到这里，但是这样的话就进不去牢房里了。啊，真是碍事。手枪现在也不能用了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啊，对了，这个楼层原本就有很多的装置，毕竟是监狱，当出现逃犯的时候一定有什么应对措施的。去有控制这重楼的装置的那间房间看看吧。所以我们本来应该要先走再走回这里是吗？这里应该可以看到监视器的画面。是这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房间的机关装置是……啊，好难懂，是这个吗？这是……从这里可以看着画面狙击，就是用这个来射击逃跑的人吗？在这里到处都有那些……那该不会……没时间了，得快点才行。用主心瞄准，再按下这个按钮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进去那个房间了。不如瞄准脚边是吗？拿路好多。很难射欸，连续这种会跑的真的超级难射的。最难的应该是这个家伙吧。哎，意外的还好。哦，没有动的家伙
活标靶。结束了。这样就可以通过了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真是做了很过分的事呢。对于呼喊着疼痛痛苦的人，你竟然会只有一句真爱是就轻易的割舍，而且表情完全不变。为了让扎克杀了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呢？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啊，瑞吉尔。这是幽灵还是本体啊？刚才的那是，不过消失了，搞不太懂呢。总之赶快走吧。全部都击杀了，所以应该不会再来碍事了。不，现在不是在意这些小事的时候。明明开枪了，却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大概就是这个。监狱的开关，这样子就按下了。刚刚的声音是，该不会是电梯？去那个人那边看看吧。看来你已经按下开关了吧？是的。你是怎样按下这场任务的开关的？都没有紧紧追着你妨碍你的东西吗？有的，不过我全部击杀了。是吗？那么为何那么做呢？因为很碍事。是吗？那么也快没有时间了，往下一个楼层去吧。好了，到了瑞吉尔·加德奈。好的，来。到了 B4 了，这里的开关在温水室的，在水温管理室里。为什么我非得做这些事不可呢？您指的是什么呢？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莫名其妙。明明我想要赶快下楼去找药啊。那都是为了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。我？没错，要说为何的话，因为你是个异常的存在。究竟是可怜的羔羊，还是恶魔呢？并且现在你接受的这个考验也关系到之后的审判嘛，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可以把我干掉之类的。那个人说想要了解我，但是这些事跟那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应该就是所谓的从你做的事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人吧，这样的概念对不对？扎克弄倒的墓碑稍微被移开了。
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从刚刚开始，一直看得到已经死去的人？不过，现在没时间害怕了。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看得到他咯。等等，我又不记得这成龙的人叫什么名字了。